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中部走，下一站五羊村，下一站五羊村。 The next station is 五羊村。去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爱康国宾体检中心瑞思学科英语的乘客请准备。靠近车门的乘客请留意您的衣物，谨防被夹。列车即将到达五羊村站，请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